水热的，看你要喝热的。药粉拿了。带了。我想要。走了。按电梯干什么鬼？哎呀，这牛奶好烫。就是还没恶心呢。哎，这边没有旅馆的名称。我们住这个叫 Marriott， 什么 Fairfield。L。大陆叫万豪，台湾好像也叫万豪。看，我头发现在都睡得塌下来，头发长。回 AD 得剪一剪，去上班了。然后我找这个旅馆都有包早餐，虽然说早餐都袅袅，可是至少有牛奶，还有水果，还有蛋，这种效率就可以吃。你要坐哪？这离得近呢，坐这儿吧。哎呀，最大桌被坐。啥玩意儿？不是，我可以放那手。放着。你手机放这儿啊。放着。好。我可以拿个杯子。杯子上面。有咖啡，有水，拿个报纸。Morning。出来。之前我们在康州校门有打豆浆，那他这一阵子也突然想喝牛奶，就让他喝。那他想喝什么？喝。喂，再拿一下。那水煮蛋 ，oatmeal。哦，红糖。吃一片面包，刚刚已经吃一片了。补充蛋白质。香肠有素的跟肉的。Cheese oatmeal scrambled egg。再吃一点蛋。我以前都可以吃很多，现在鸡蛋吃太多就拉肚子。牛奶也是，优酪乳也是。哎，快吃啊！拿点水果。
叉子筷子在那。以前很爱吃，有一次出差去 Hillsboro 一个月的时候吃着 waffle， 吃一个月就胖了10公斤，现在都不太吃了，反正就是配那个蜂蜜，没什么吃头，不吃。然后会不会太烫？嗯，会啊。嗯，那就怼凉的、啊。给你也喝点。我不喝，我刚喝。早餐。这个旅馆在鸟不生蛋的地方，所以人也不多、啊。嗯。就是交流道下来，这也不是大城市。哎，我的面包在那儿呢。这是一般都住这个万豪，反正我有万豪的信用卡，住这个就几点。一年前从 AZ 开过来的时候，为了省钱都住那种非常烂的旅馆，烂到就很烂，很便宜，省钱嘛。这镜头看着谁呢？看着我啊。嗯，你们没看着我。也看着你啊，镜头应该都抓到。抓到我吗？不知道，到时候看就知道。谁也没抓到。不可能。一般都是吃这个欧米尔。我后来在康州，欧米尔好像吃多了不舒服，刘小梅就煮稀饭给我吃。因为我一直拉肚子，后来大概就吃。稀饭的水也再加少一点，不然就是早上起来我把饭拿来加一点水，然后微波微一下，这样吃比较不容易拉。一年半前开过来那一次真的太过得非常的心酸。我住最便宜的，非常烂。哎，真是好烫。小梅都会拿这么多酸奶。嗯，没有人要吃。它有水煮蛋，你真的要去拿？哦，我吃这个蛋就不用吃水煮蛋。哦，先吃饭。